然后这个是冰箱拿出来的酒精。那我等一下打进肚皮的时候，请大家，捡回针通常里面有一大堆那个这个用完就丢的针头，所以我都是打 0.6 控制，现在是0，对不对？我要打出来，因为这个等一下要接全新的针头，所以这个要用酒精消毒。好，那记得这个酒精等一下要擦肚子，就放在这里。那既然这个消毒的，我们就把这个扒开。这是抛弃式针头，我等一下示范。好，套进去，转紧哦。这里面有两个套子保护针头，零对不对？我要打0.6。注意看哦，零。我只要打0.6，因为我主要控制晚餐。那你看到没有？这支针是全新的针，我的第四针。我瘦了十几公斤，那这个针你会发现这已经打完了，所以它这打的话是从这里啪啪啪，那这样打你0.6的话可以打一个月哟、哦。好，这里有针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拆出来，哎，等一下，转紧，拔开，这还有一个保护针的，再拔出来第二次，你们看到针头，针头间是不是有一滴药 ？OK。好的，这是无菌状态，再来是属于，限制级的。我擦肚皮，好，我在旁边擦，肚皮消毒好了。好，这个太过不雅观，所以我就不示范了哈。竞争，那这个是0.6，对不对？0.6，你要对着我肚子，我要竞争的，完全没有感觉。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、四秒钟、五秒钟、六秒钟，到出针结束了。好，那这个针用完就要丢，所以你要把它套。我打了，我刚才0.6，现在零了，对不对？就打完了。那因为它的半衰期是13小时，把这个针是不是空的？但是那个排卵剪回针是不能见光，所以封闭，然后再放到这个充满的很多。一次性的那个针头的袋子，好，那如果是你去旅游，就把它放在里换。OK， 那这个是我小姐给我的酒精棉球，所以这个酒精棉球可以消毒那个刚才那个针头，跟比如说它可以消毒这个针头，这样子的话才是无菌再装。好，那记得，好了，我刚才示范的是我打0.6。赖的问题下面会，我等一下一定会回。那针可以下次打的时候再把，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针通常都会买一支针会送十个针头，不过通常十个针头不够，因为这支针就要打30天嘛，所以通常要再自会买针头买20个，所以你看这个针头是这么一大堆。还蛮多的针头。OK， 这个就是江湖讲的捡回笔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是打完的。我的功力0.6就可以克制食欲，那有的人要1.2，像我一个苗栗的一个病人100多公斤哈，他说蔡医师我打1.2还是想吃，后来打到1.8他才不想吃东西。没有，就打完就这个针头就丢掉了，哦，这个就这个我刚才拔掉针头就丢掉了，哦，就是这个外针加内针，内针在里面，然后这个就把它丢掉，这个都要拿去丢。那因为这个是医疗废弃物，所以你丢的管道不是丢你家的垃圾桶，你要拿过来博恩妇产科帮你处理。如果一个月吃药留一个月，可能，但是几率比较低。对，已经有人跟我 say goodbye 了。我们遵守时间2:30，那其他 line 的我等一下会跟你回。那因为我打字很慢，所以拍摄我会用影片啊，或者是声音跟你回。
午安叫做孔棒娃还是孔尼吉娃，拜拜喽，撒耶拉娜。